说到娱乐圈里歌手势力最强的女星，那你要数韩红了。不管从唱功还是体型上都是实力歌手，但是韩红却因为长相的关系一直都没能结婚，最后决定做慈善事业，用自己的力量去帮助哪些需要帮助的人。韩红做慈善一直被外界怀疑她的目的，有一次去帮助环卫工人却被批作秀，看来是有的明星看到其他的明星去了，自己没去怕下不上台，就故意散播谣言。途中可以看到张一山，有人说张一山和韩红是亲戚，面对被质疑作秀，韩红非常的生气，就曝光明星捐款记录，直接打脸某些居心叵测的人，做个慈善还被批。看来有些人就是不想让自己的钱捐出来。图片中细心的网友发现，有的人只捐了200，但是我们看下名字就知道了，18线的明星捐这么多可以了，主要的是心意与爱心。